火鸡面。 这个是麻辣烫，炸熟让我炸开了。今天豆瓣卷，包一整瓶属实的，浪费了。配上一个烤肠，然后鸡蛋，还有辣白菜，爆辣的怎么能少掉辣椒和大蒜呢？有道理。看看满满的一盘，太有食欲了。来个葱酱，爆辣口的火鸡面。 真黏糊。